我都是无助的，不好意思，听不到你们的声音，没关系，我们的阵法就是这样子。但是 Nuvi 你们是有两个阵法，对，一个是饶舌，然后一个是铁达尼爆，对，铁达尼爆，然后边同时边做两个动作，然后边宣传，OK 吗 ？OK， 铁达尼爆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要不要抱？你要不要？你们两个一起，这样子，对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们一起这样子，神经病哦。Rose，对的，Jeff，一个抱一个，后面一直这样子。Jeff是谁？你够了，换我，你够了，Jeff，Jeff不是谁？来客串了。好，来到前面，最后宣传时间 ，Rose，come here。 我第二个，我是 Rose， 你是 Rose， 我们单，然后继续抱着吗？对吧？哎呦，好浪漫哦！大家配乐一下，有，请开始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哦，哎呦，很累，很累啊！Yeah，Novi新歌 Before We Die。陪伴你度过每个day and night， 还有线上演唱会，没听你需要忏悔，每个排行榜上都等着我们站位。太，你确定不是你吗？我嘴巴太坏了，所以你们是十几岁就要过去那边？对，大概十七、十八岁吧。我们都在干嘛？那是高中生吗？对啊，对，高中，高中毕业，哇，全部都休学，那是直接没有了，到那边就直接学日文啊什么。他主要他的那个经营操作的模式是把我们就丢去那个贩子。对，没丢去贩子，卖掉，丢去山上，没有，丢去那个 live house 里面。那我们一开始就从那边开始打工，扫地、擦桌子，然后换一个表演。对对，然后到后面我们慢慢的有一点点小、一点点听众的时候，他有给我们几个目标，所以第一个是要卖完自己的1000张的单曲，那我们就要去街头发传单。哦，这个就是第四个关键字，对对对，直接串了第四个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绕过了多角关系，没事啊，有人帮我们串场，蛮好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就是那时候，因为我们他是希望我们是可以从零开始都自己学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定一些目标，像一千张要在好像三个月内要自己把它兜售出去，然后才可以办一个那个叫 One Man Live， 就是可以单独的演出，然后后来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就卖完了。然后结果在演唱会当天，他跟我们说，你们要在卖完3000张的迷你专辑，才可以正式出道这样。
所以我正式发片，对，正式发片的。哇、哦！而且你们要怎么和日本人就是沟通？对，刚开始嘛。就是比如说传单也要哎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对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一些基本的。对，一定要一开始用死背，但后来就是反射，就是卖完。对，刚好卖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，对，最后一天演出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发表什么歌？那时候我们的出道单曲叫做，反正叫做 Garage。Garage 就是那个车库，仓库不是仓库，车库，车库，车库叫 Garage。就是什么英文的，英文的 garage， 对对对，我现在讲很多日文的感觉 ，garage， 丢脸的，我们想听，想听，想听，还是你唱一段，我清唱，简单的可以，简单的唱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太久了，太久没唱日本歌 ，OK。僕が切り刻まれ君がつまずいて What's going on？What's going on？ みんな戦ってる。Day and night， 涙して You and I。それだって何度でも何度でも何度でも立ち上がってくんだ。哎呀！你要忘记歌词哎。好听，而且真的很标准。对啊。真的吗？真的标准。因为好久没唱了。我每像这次 Before We Die 的录音，就是要大概两年半没有唱日文歌，所以那时候就跟那个对跟配唱制作人说，把我叼死一点没关系。